人生状况剧。我最近有变胖吗？糟糕，该怎么回答？回应一：是啊，变胖了许多。可恶，你太过分了。回应二：没有，哪里胖了，瘦了。可恶，敢骗我。回应三：你不是变胖，是细胞多了一点。那跟变胖没有什么两样啊。回应四：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我就当他慈悲的来救你。回应五：我要附带一张卡结束这回合。发动速攻魔法卡真没得玩哦。真的好为难哦，该怎么办？